妈，您吃药吧，听话。都怪我，我知道您觉得我没用，保不住公司。妈妈不想怪你，可是公司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让妈妈死了，怎么向你爸爸交代？妈，您在说什么呢？这些事儿我们以后再说好吗？ 现在你先把药吃了，先把身体养好。唐可儿，唐可儿这个害人精！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事儿不怪可儿，而且可儿最近挺累的，为公司忙上忙下的。公司就是因为他没的。你要还是我儿子，你就马上跟他分手。妈，你先吃药。你要不想把你妈气死？ 你就给我发誓！妈，您先吃药吧，这些事儿咱以后再说。你不想，我就死给您看！发不发誓？好，我发誓。霍斌，从今天起跟唐可儿正式分手，今后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。